热情沸腾啊，但是呢，谢谢啊，快点忘了讲华丽的啊，泡泡姐好不好？好，那咱们 UB 超好的，再见，我让您招上常副总统，看一下我们匪徒乡亲的热情啊，啊，今天的这个未来到来，但是有很多人讲说我从南投跨区来辅选啊，其实我不是跨区啊，为什么？刚才我们的嘉惠长还特别提醒我，各位知道吗？我从南投来，那南投跟北投是非常的有缘分啊。在拜拜之前呢，还是要在这里呢，我先诚挚的邀请大家，一人打给那十几个人，还得等阿廖先生打给吴英，等阿等阿南宝炮得好不好？我们南投每一年的十月份都会举办世界茶博会，请大家能够回来。好，我们前面的朋友请坐下好，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些的好朋友要拍照跟录影啊，可能会影响到哈。大家都很热情的，我看看广的，你看看我。非常的高兴，特别来为我的老战友张思刚来给他加油打气。那我想的思刚，每一位好朋友都比我非常的熟悉，大家可以看到他在担任我们台北市议员的期间，在议会他的问政表现备受肯定。第一个，思刚口条非常的好，逻辑非常的清晰，每一次不论他在议会的质询也好，或者是到我们的政论节目，我们可以看到他总是一派轻松的在谈论很多时事的议题，但是呢，他虽然脸上的表情很轻松，但是他都能够直指核心，特别呢针对很多民进党这几年来的整个施政的举措，可以说是这个特别的来跟我们所有的民众说清楚哪些有很多是需要检讨的，还有很多的弊端。我特别举一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台北市国民党提名的议员呢，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台北市这边媒体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张思刚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罗志强啊，还有徐巧芯啊、游淑慧啊、王鸿辉等等的，都是接臂的达人。我们可以看到像思刚呢，在前一阵子 IMB 的这个诈骗集团非常猖獗的时候，也是呢思刚跟我们很多台北市的议员呢，大家合纵联合，把很多民进党的缺失特别一一的抓出来，包括有很多现任的立委也跟很多的诈骗集团，还有我们的行政院很多的部会首长都跟诈骗集团有关系，所以陈欧珀跟诈骗集团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是不是就被我们的思刚揪出来了？对，现在有选吗？不敢选了，退选了。所以我讲说，我们国民党除了在议会要发挥监督的力道，最重要的要敢打民进党。哦，打不是说打人的打，而是说你要出手敢打击民进党。但是真的要出手的时候也要出手，对不对？我现在讲的就是要在议会里头，在我们的各个这个各大的政论节目，要把民进党的弊端要把它揪出来。所以思刚跟我们很多的立委的同仁，包括我们的议员先进呢，大家都可以把民进党的弊端揪出来，慢慢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像这个我刚举例的，现在陈欧珀不敢选的，所以宜兰我们非常有机会拿回这一席，这个也都是靠着我们思刚，还有很多的这个同仁呢，透过他们自己的能力抽丝剥茧，把这样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些贪污腐败都能够揪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给张思刚一个机会，送他进立法院，好不好？好。好，现在呢，我们的赵少康副总统来了，来，我给赵少康加油起来，赵少康，动身，赵少康，动身，赵少康，动身，张思刚，动身，张思刚，动身，谢谢，大哥，那我好，你来了，我就可以下一阶了。刚才大家等着要看你了，好，好啊，来来来，好，请坐，我这个主角来了，我不能占太久时间了。好，我在这里呢，就是再一次的要拜托所有的好朋友，张思刚以他过去在议会的表现，还有他所发挥的战力，就是国民党现在最需要的。我们让张思刚从台北市议会有机会进军到我们的立法院，为我们所有北投的乡亲，为我们台北市，为我们全国的人民争取福利，监督政府，好不好？好。未来就算是国民党执政，我们
在中央，我们也要请司纲，我们该讲的话还是要讲，该监督的力道不能省，不能像现在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一样啊，到立法委员都是哑巴，都是去举手的，这种立法委员没有用，该监督的还是要讲。张思纲具备这样的能力，拜托大家给张思纲，让他这一次呢，我们团结一致，让他为我们所有的北投地区呢发挥最大的战力，好不好？好。发挥战力之外呢，另外我们的总统侯友宜，还有我们的副总统赵少康呢，大家可以看到，自从呢这个发布了赵大哥呢成为我们的副总统的候选人之后呢，蓝军呢快速凝结我们的气势，同时呢大家团结一致，剩十几天呐、啊，请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啊、哦！最后冲刺，让侯友宜、赵少康带领国家稳健往前走，好不好？好。好，最后也不要让我这个南投来的空手而回，好不好？南投有朋友无？有。有无？南北桃园都才讲三十年，有无？南投的乡亲呐，有无？有。啊，拜托的，甲阮两个两位卡一个电话，好不好？好。即摆嘛免开始卡电话，用赖就好，好不好？等下电话摕起来，我去找赖。南投第一选区，拜托的马文君一票，好不好？好。第二选区是一位议员新人，也是我们司纲的好朋友，友好，哎，讲讲哎，讲讲哎，哦，赞哦，咱家乡亲哦，你关心我南投啊，友好也拜托一下，好不好？好。第二选区，最后政党票投给几号？九号。拜托大家，总统投几号？三号。立委我们选区投几号？二号。政党票投几号？九号。拜托大家团结一致，谢谢。好，我们让我们许县长听一下，我们北投 Team 的投票密码是什么？329。是什么节？329。今年节。所以啊、哦，我们北投 Team 329，我们让我们许县长，谢谢大家，谢谢许县长，谢谢，给大家再多的鼓励，谢谢，好不好？好，谢谢啊，谢谢。刚刚讲的，张思纲当选之后，请思纲带队到大家回来南投喝好茶，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加油，谢谢。谢谢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